could write you a song and make you fall in love. I will already have you up. 波比特虫在捕猎时只会露出头部锋利的口气，乍一看神似一株默默无闻的珊瑚，但一旦有猎物经过，波比特虫便会暴露出他的邪恶用心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快速出击，将猎物斩成两段后拖入沙子里慢慢享用，然后又静待下一个倒霉蛋的光临。而胡狼这种生物也是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，这只胡狼盯上了不远处的海豹群，本以为能够手到擒来，但海豹们太机警，胡狼压根不能得逞。为了打进敌人内部，胡狼想出了一个骚招，他找到一具海豹遗骸，疯狂在上面打滚，掩盖住自己本来的味道，随后慢慢靠近海豹群，随着海豹的模样在沙滩上翻滚，降低他们的警惕心。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气味的相似再加上身形的模仿，还真让胡狼给得手了。就这心机，也难怪能够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了。